所以你看我涂口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？就我还说话速度已经很快了，怎么涂口红这么快？对，你的嘴很漂亮。谢谢，夸我一下我就有点害羞了。来，所有女生们，下面一个红咖色，这支颜色的话更少，这就是气场全开的、惊艳全场的红咖色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首先还是薄薄涂哦。这个颜色就比较低调。这个颜色比较的偏低调，而且比较的偏有一点点像你涂了一个大红色，然后喝了一口拿铁或者咖啡的感觉，就它有一点点的棕调咖啡色在里面，然后整个人的感觉就气场就完全出来了，这是薄薄涂的效果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全唇涂绝了，这支颜色太好看了。这个涂口红真的。所以你涂口红大概要花多少时间？要花很久。要花很久时间。对，因为那个形状真的很难。所有女生们，你看这几天涂出来有没有有一点像什么，像那种砖红色？真的好好看哎！是不是很好看？这支颜色，就是如果你以后要有什么角色是那种要稍微的，就是那种气场大的那种的话，一定要涂这支。它其实而且有点厚厚复古涂，啊，复古。对，包括你盘那种头发的时候，然后你穿那种稍微就收身一点那种旗袍或者是那种裙装的时候，涂这颜色绝对超好看。你看这支颜色绝了，而且特显白。这颜色特别显白，对，特别显白，就是那种白到发光的那种感觉。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两支颜色真的都很适合秋冬天，而且会让丽颖爱上涂口红的颜色，你们一定要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所有女生们，我来说 offer 了，一支320，谢谢我一下，谢谢你，一支320，我们直播间单买一支领50元的尾款优惠券，270一支，买一支会送我们的腮红一个。买两支，所有女生540，就是两支颜色，你可以一样一支或者两个各一个，然后我们会送一支正装口红。这个系列的也很棒，也很棒，他们家魔方系列也很棒。所有女生们，如果你买两支，就是你那个红糖红绿色，就枫糖红绿色买两支，或者是一个买一支，买两支540，可以领100元的尾款优惠券，我们送正装的964号色给你们看一下。